夏天正是吃冬瓜的好季节，做法也是多种多样。今天这个做法鲜甜美味，你值得一试。先把冬瓜去皮，再切成冬瓜条备用。肉末里放葱花、料酒、盐鸡精，少许淀粉，左手抓拌均匀，再像这样摔打几下肉丸会更扣弹。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就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能让我高兴整整一天。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个红心吧。油热下毛豆炒一炒，汤鲜美味的关键是这个贝德福榨菜丝，它是去过皮的，用它煲汤喝粥炒肉丝都好吃。29.9元就有50包，非常的划算。再加清水煮开，加盐调味，水保持微开，肉馅团成丸子下锅，煮几分钟再放冬瓜条，再煮5分钟，出锅淋点香油撒点葱花，鲜甜美味学会你也做起来吧。